在这个视频中，我们将了解工业锅炉是什么，它是如何运作的。首先，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热量。热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因素，无论是用于室内取暖还是烹饪食物的热量，我们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以某种程度使用热量。水和水蒸气是非常良好的热载体，对环境没有危害。水在大气压下的沸点为100摄氏度或212华氏度。现在，让我们重新盖上壶盖以调整壶的压力，我们可以提高水的沸点温度。这正是压力锅的工作原理。通过使用带盖的锅来增加压力，从而提高水的沸点温度，使食物比使用常规无盖锅更快煮熟。现在，要如何比较压力锅和工业锅炉呢？首先，我们必须了解工业锅炉可以承受比压力锅高得多的压力。锅炉必须非常坚固和耐用，以承受高压，并且不会像炸弹一样爆炸。让我们开始了解工业锅炉是什么，它是如何运作的。在继续观看本视频之前，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并点击我们的频道订阅按钮，以获取我们关于锅炉、工业蒸汽行业以及我们多年来获得的其他经验的最新分享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视频。锅炉的功能是生产热水或蒸汽。热水锅炉将热水加热，以提供日常生活或商业用途的热水，而蒸汽锅炉则生成用于发电机的蒸汽，并为各种不同的工业提供热量。为了理解水蒸气的作用，让我们想象一下使用蒸汽涡轮发电机的发电厂。当水蒸气通过涡轮叶片时，水蒸气的能量将使涡轮叶片旋转。由于水蒸气携带着大量的能量，因此它使涡轮发电机非常高效运行。此外，根据用于煮沸水的燃料类型，它还将有助于节省能源。有许多不同类型的锅炉可用于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。我们将介绍一些锅炉类型，包括它们如何产生热量。因此，您可以自行研究、了解并准确识别它们。首先是火管锅炉，这种锅炉的典型结构包括一个燃烧室、一个充当锅炉的水槽和一根烟管。管子进入水中，将燃烧室的热量传递及水槽。烟管允许燃料燃烧过程中的烟雾排放到环境中，有助于控制燃烧室内的压力不超过允许的水平。现在，燃料在燃烧室内燃烧，管子的作用是将热量从燃烧室传递到水槽中。一旦水被加热，生成的蒸汽将通过管道传送到使用地点。火管锅炉是最容易理解的锅炉类型，因为它们的结构相对简单，但通常仅用于低中压力，因为外部壳层的厚度受到限制，影响了其承受压力的能力。当然，我们已经了解了火管锅炉，现在让我们转向水管锅炉。其设计与火管锅炉相似，但是不同于使用烟热气体流过已加热槽中的水。水管锅炉使用内部充满水的管道，通过在燃烧室中的热量使水沸腾。同样，燃烧室内的燃料燃烧，使内部的水管变热。一旦水被加热到沸腾点，生成的蒸汽将沿着管道传输到使用地点。水管锅炉的蒸汽生成速度比火管锅炉高，但与火管锅炉相比，水管锅炉更为复杂，对水质的要求也更为严格。水可能需要经过精细处理，以确保最高效的运行。燃烧是将燃料燃烧以产生燃烧反应的过程，需要燃料、热量和氧气。
锅炉可以设计成燃烧特定类型的燃料，使用多种不同的技术，但在这里需要考虑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燃料。燃料是锅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，是在燃烧室内燃烧以产生热量的物质，有许多不同类型的燃料可供选择，煤是标准燃料。此外，还有各种生物质燃料、油、天然气、气体等用于工业锅炉。燃料通常被磨成小颗粒，因为这有助于燃料的燃烧和相对于使用传统原料时的更高燃烧效率。电力也可以作为一种热源，通过使用电阻加热线圈或电极。电力通常仅用于小型商业或家庭用途。使用电极时，需要非常高的水质和导电性，以确保最有效的运行。维护也是使用电极时的一个重要因素，因为必须清理绝缘材料，以防止电极之间的放电。燃气锅炉使用丙烷或天然气作为燃料，而燃油锅炉则使用源自石油的液体燃料。那么让我们总结一下在这个视频中学到的一些知识。锅炉是一种非常多样化、灵活且重要的技术设备，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，而且在商业和工业中也得到应用。锅炉有许多不同的应用，它们被广泛用于食品工业。在不同阶段的食品生产过程中，需要将食物加热或煮熟。锅炉的另一个有趣应用是酿造啤酒。在啤酒生产过程中，麦芽需要在一个称为糖化的过程中研磨和雨水混合，然后在发酵前几小时内通过蒸汽加热。要产生热量，我们需要燃料。燃烧反应需要燃料、热量和氧气，这些因素有助于连续产生热量。通过加热水管并使用火管将热量传递到水槽，生成的蒸汽以极高的压力产生大量能量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击我们的频道订阅按钮，以获取我们关于锅炉、蒸汽行业以及多年来获得的其他经验的最新分享。如果有任何需要解答的问题，请在下方评论，我们将制作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视频，以帮助您更容易理解。